好，录影开始。打开命运之轮，通过白猫占星大师霞霞神奇的预知能力，为您揭开不为人知的隐藏秘密。各星座忘了讲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来骰符哦。好， Netflix 也有叫什么天桥下魔术师，是不是？好像刚开始我没看过，我没有说一定要看，但是想说照一下，把球拨下来了。霞霞，你不要看，好了。好，那霞霞，我们看起来霞霞今天要先拨星座，哎，他星座，他今天要星座，那我把星座给他，来，星座给你，放在猫尾巴，快点扫，扫它，嗯，放这边，来扫它。还没扫到，霞霞，你快点扫啊！又没有扫到，没有扫到，扫了，扫了，双子座，你扫到了双子座，这应该是双子座，双子座吗？还是你要再把它扫掉？哎，不对，这不是双子座，这是巨蟹座，不好意思，嗯，这是巨蟹座。Cancer， 什么 Cancer？ 对，这巨蟹座，啊，你巨蟹座确定了哈，没有再扫了哈，啊，巨蟹座，好，那巨蟹座，然后我们开始来骰符文咯，所以今天还是星座的秘密，先骰巨星座，巨蟹座，要吃海鲜吗？因为他们的那个。讲话有时候我们不太懂，他只能因为没有这个字母也太少了，还有星座也太少，所以我就觉得要吃，明天要吃海鲜吗？要吃螃蟹吗？吃螃蟹，吃螃蟹，下次来弄螃蟹吃。螃蟹买起来很贵哦，螃蟹就一定要新鲜，对，螃蟹是很重视新鲜的，所以台湾卖海产螃蟹几乎，除了说你去那种热炒，就是去很贵的店，所以有些东西还是降价不下来，可以降价下来那种都是因为它可以。长期保存。好，那我们好抓到一个巨蟹座。哎呀，猫爪！我们今天的符文好特别哦，不是猫爪，这个是空白牌，就是可以自由解释。哎，对，我才刚刚在讲说巨蟹座江海蟹，真的好准哦，吓到我了。对，宇宙太初始，什么都没有，开创。无中生有，宇宙的智慧，宇宙的智慧，猫咪宇宙的智慧。好，宇宙之后我们再抓下一个哦。要再抓吗？还是不用了？不用了，叫一下。不，再抓一个。好，宇宙的智慧要跟我们讲什么呢？他说就是可以，就是你要扩大解释啊，扩大解释。下次来问明天要煮什么。好哦，小说一下子来问明天要煮什么，然后明天大家就都煮那一道菜，这样就不会不新鲜。那真的哈、哦，好来我们来看，宇宙的智慧再来出现。哎，这个是没出现过 ，M， 应该是这个吧？我看一下，是应该是这个哦。哎，不是，是这个，这是 M 是马，变动，速度快加停留时间短，换工作，一起达标，贵人提携，变换的能量 ，Evas， 那马一定不是主菜啊，那小北夏夏，你今天是要说？猫咪要换工作还是变动速度快？变动速度快啊！哦，还要讲变动速度快，所以我们要煮什么，每天都要煮不一样。那真的、哦、变动速度快，好，那今天就是空加上马，变动速度快加上宇宙太初的能量。那霞霞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哦，那我要说。我昨天看那个什么什么从零开始养，算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已经算猎奇了，一般人不会去养那些东西啦。然后
真的。他说，但是我就说他，我看到一集介绍怂嘛，好像是最近拍的。我在想说，我们家贝克回来前几天，就前一阵子，前几个礼拜，他就突然尿尿都尿那个墙壁，然后站着尿，因为他平常会稍微蹲下来尿才不会喷出了，不会，因为你知道吗？那个尿射在墙壁会很难清，对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你怎么突然？我不会生气，我就说你怎么突然变这么 man？ 因为就是那像没有结扎的公猫会做的事情这样。然后而且他又是一个很人性化的猫，他知道就是蹲下来尿尿，而且因为他长毛，他也不想喷到自己的毛，因为他那样好几次我都还要再帮他擦屁屁，因为他是长毛猫，他用喷的，他会沾到他自己的毛。然后他还把，然后他有好几次他就把大便没有盖，以前我们家到、啊、他这几天又盖，就是。”我们家唯一会不盖猫砂只有妹妹，妹妹到过世前都不盖猫砂，因为她大概就是这附近最强的猫。猫家里的猫，如果那一只不盖猫砂，就是她最强的猫。对，所以我想被各位说，你找什么？那叫它叫什么？怂猫还是狞猫？来也没有用，我被各位是最强的，我还是要适时展现我猫咪的能力。不过他们猫咪就是应该都会互通啊，所以他们就是知道。有猫来这样子，但是可能有别的讯，有那个他们有他们小道消息啦。那我就是讲一下这个八卦。那个猫好像很大只啊，养起来也很累，比豹猫更累。但这种就动物园，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般人，你不要猎奇，当然可以动物园有进去看。可是有些东西真的不适合家养的话，你也累啦，因为它就是只是变换形态嘛，就等于你要重新驯养。不要说猫了，有的人连跟人重新相处他都懒，有人懒到就他连重换男女朋友他都觉得什么，哦，这个人的脾气我都知道，我都懒得换，我不会这样，因为你毕竟是人类，大家学习力应该很高，但是动物就是他们跟人相处几千年，甚至狗更久，那是有差，就是你重新养一个动物，它可能长得可爱，或是你觉得它跳跃率很好，但是除了观赏，你要它跟你有特殊的交流，除非是那一只很特别，就像有的。那只真的去你家或是从小怎么样的，不然我觉得你就是看好，就不要存在无谓的幻想，这个时候就是你就不要存在无谓的幻想，那可能跟看明星一样嘛，对，就你也不是跟他身边接触的，你也不知道怎么样，你就不要硬要去养一只，尤其是他如果他已经讲了很难照顾的话，就是他不是很好照顾，不是很好照顾不只是空间，就是他就是他的习性就是还野性还蛮强，那他就是他的自动反应，那你就不能怪他，又被他咬，流血又很重。但猫也会咬，我们也不会生气。好，讲完了，要录完了。